怎么痛痛啊？有人用那个山猪吊，对不对？害我们的脚痛痛。乖乖乖乖，公主送你去医院哦，哈，不要怕怕，不要怕怕哦。好了，来摸摸，哎呦，你看他的脚，他应该是山猪吊或是车祸。啊，好不容易抓到他了，我们等一下送他去医院呢。好了，痛痛哦，勇敢哦，好不好？你要勇敢哦，好不好？他大概三个月的小狗。请问一下，他这个脚哦，他这个好像山猪吊嘞，然后这个是不是一定就要截肢，没办法了？对，因为他那边已经骨折了，骨折很严重，对啊，对，就一定要截肢。这个截肢对他是比较好，因为就算不截肢，他那只脚也不会用，他会长期的感染。就我会怕他会感染，然后我又怕他这个年纪会不会，因为都还没打预防针，蛮危险的。嗯，对。